啊，我哋啲榜樣。唔好意思啊，將啲國際歌手拉埋自己一齊。呢只歌我覺得陳百強版是好過，是超越過個原版的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Thank you。嗰啲編曲好正，不過我哋就唱自己版。你中間可以揸個格蘇，任吹得。得啊，唔係咁感覺。Oh,
住。你知道咩叫氣勢咧？頭先阿車隊出場嗰陣時候就叫氣勢。今日咧係聖神，即係五旬節啦。咁我哋今日嚟曬唱咗好多聖神嘅歌，有啲歌係風嘅温柔，有啲歌就火嘅棒棒聲嘅。咁我就要求，因為我指揮嚟嘅嘛，係咪？咁啊要求我啲隊員就要有氣勢啦啊！咁啊有啲歌要有氣勢啊，即係要啱翻啲末咯。咁頭先又係一個氣勢，有氣勢嘅示範。